三颗星很重要。好，题目说呢 ，A、B、C 三点来关键字圈起来，叫做三点贡献。三点贡献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 A、B 还有 A、C 的斜率会怎样？一样嘛？哎，那什么三点贡献知道吗？三点贡献的意思说，比如说我问你问题来，这三个点会贡献。贡献是说在同条线上面，这三个点会吗？你看都不可能。三点贡献已经长什么样子？已经长这个样子了，都在同一个直线上面，这才是三点贡献。那既然是三点贡献的话，代表这段斜率跟这段斜率会不会一样？会，那不等于全部的斜率也会啊。所以只要是三点贡献，他们每一条线的斜率都应该相同，因为如果不同的话，就应该要转弯才对。听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答案就很简单了。来，请问你 A B， 我写个 M A B， 注意看这边 ，M A B 的意思指的是 A B 的斜率，好，那是多少？是不是三减负三分之负二减负四？就是一样嘛。来 ，X 减 X 是不是三减负三？然后负二减负四，对不对？就变成它，所以把它合并在一起，负负得正，负负得正，所以答案等于六分之。二就等于三分之一。那既然 AB 的斜率是三分之一，代表 AC 的斜率呢，也应该三分之一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 AC 的斜率是多少 ？AC 的斜率就一样，你看你要怎么减，一样 x 减 x 好不好？三减六不是 x 减 a 减 c 啊，三减六分之负二减 k。好，所以整体的结果有多少？等于负三分之负二减 k。好，那既然请问你斜率一样，两个互相等，会吧？好，解下去好了，来吧。所以得到结果是三分之一，有没有 ？AB 的斜率一应该等于 AC 的斜率负三分之负二减 k。会啦哈，那怎么做比较快？你知道吗？你这边可以干嘛？上下同乘有多少？负一，所以变成是三分之二加 k。有看到吗？那既然这里是三分之一，这里是三分之二加 k， 这相互只有三嘛，可以约掉嘛。所以一等于谁？一就等于二加 k， 所以 k 多少 ？k 就出来 ，k 就是。负一，这样会吗？可以了哈，好，这个把它写上去。